谢你还打嘞，你这……哎，我靠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这人不是故意，真难打哦，很恐怖。毕竟平常少遇到这种的，你不好不好打，真的。用拉倒的概念，也是确实打到的点拉去。只能说睡，没有化妆，漂亮。其他丢球其实应该不用了，你看出他其实丢的体力不太浪费，他不用力气丢，他是用其他地方，他比小雨还轻，更轻。他那个位移的那个动作，他是很漂亮，很轻松，很快，很准，用全身功能，真的很漂亮。他其实没什么用力在丢。李春的那种模，讲真的讲，觉得念难缠，我想休息了。倒球漂亮，他的球打过中间算你赢了。哈哈，那个，那个，他的球一拉大都没机会。